说起在瑞士的这个银行啊，也算得上世界一大奇迹。你看瑞士多大呢？大约相当于两个北京市那么大。可是全世界75%的私人财富都在瑞士那儿存着呢。你说这神奇不神奇？那么提到瑞士银行呢，咱们很多人脑海里啊，会想起这样的画面。你比方说，我们看香港片或者国际上一些好莱坞什么片，经常有那犯罪分子，哎，跟人说，这事儿你给我办完了，我在瑞士银行给你开个户头，存上多少多少万美金。咱们看香港片，有的黑帮大佬一边抽着雪茄，我在瑞士银行有个什么什么，我有的是钱存在瑞士银行，给我们感觉好像那瑞士银行啊，这些犯罪分子啊，这些独裁者呀、啊，这些奸商啊，都愿意在那儿立个账号，为啥呢？他往死了给你保密，打死都不说。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影视作品里经常看到有关瑞士银行的，那都很神秘，高楼大厦里边呢设备一道一道的关卡，跟这监狱似的，高科技啊，什么保险箱啊、过门的、指纹的什么的，反正弄的是富丽堂皇的，你看着就是令你感觉到很向往。那么真实当中的瑞士银行是不是这样呢？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你比方说谍影重重，比方说达芬奇的密码里边都有关于瑞士银行的各种各样的画面。那么这些画面包括它的介绍，真实的瑞士银行是不是这样呢？ Yes, we hear about a numbered account. Just enter your account number here, I'll direct you to appropriate officer. 接待伯恩那个瑞士银行服务小姐啊，在现实当中要比那个客气多了，何况一看伯恩这账号是他银行最大的账号，那脸上都得乐出花来，所以这一段不符合事实。这段就有点扯了，你即使寻遍整个瑞士，你也不会找到这么一个神奇的掌纹监测器，往上一按，别的什么信息都不需要输出，你就到里边能把你的钱的保险箱都取出来，这不可能。为什么呢？客户绝对不希望你把整个保密程序弄得很高级很复杂，为啥呢？越是涉及到电脑高科技，越可能被黑客入侵，它不保险。所以对客户来说呢，你这个程序越简单，有时候可能就越安全。您可能想不到，在瑞士银行里边保存保险箱啊这一系列的主要的最后一道关是什么呢？并不是电脑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我们平常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个画面也违背常识，因为储户呢要开这个保险箱，他有两把钥匙，一把呢是银行的钥匙，一把是他自己的钥匙。通常这两把钥匙也会放在银行的别的保险箱里边，而且拿钥匙银行职员给他拿，提取保险箱都由储户自己提取，然后自己单独打开，防止经外人手泄密。那这里边看这过程就不严谨了，这不是真实的情况。